疫情方面的消息要来关心到，今天我国本土的确诊数新增了7.9万例，包含了台中、高雄、新北都破万人染疫，让人担心说难道疫情又升温了吗？对此，指挥中心解释，主要是转档异常的关系，导致了确诊数延伸统计到今天中午，等于是说把明天要公布的数字先提前公布一部分，因此如果明天的确诊数没有下降，就代表着疫情出现了变数。而另外，根据了爱沙尼亚的最新研究发现，确诊后的康复者在一年之内的死亡风险会增加将近有3倍。对此，指挥中心分析，这主要是针对旧有的病毒株所做的研究，按照了国际的共识，感染了 Omicron 引发的后遗症会低于之前的变异株。记者会开始，确实只拿不出新增的本土个案数手板。十分钟后，数字出炉，结果一口气新增7.9万例。原来是系统资料转档异常，导致截取时间不同，确诊数多算了11号上午部分通报的确诊个案。合理的情况下没有降，就表示它在升了。如果有降，那是一个在数理上面计算的基础不同的原因，这并不是代表真正的降。国内疫情趋势还要持续观望，但爱沙尼亚的研究人员最终发现，在跟未确诊的民众相比，确诊者在康复后的一年内死亡风险会增加接近3倍。一年里面的长期之下追踪，他们的死亡率从一开始都一直很高，大概60岁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因子。会如何的影响后续的，事实上都还没有很多的这些文献。国际上的共识来讲，一般是认为说 Omicron 的这个长新冠产生的后遗症应该都是低于先前的一些变异株。有民众困扰，如果是康复后二次染疫，到底要不要再隔离？指挥官陈时中强调，不管何时确诊，只要符合病例定义，就是要通报隔离，进行一般的防疫流程。由于我国死亡个案持续破200例，面对外界质疫是否有超额死亡疑虑，指挥中心端出最新统计，在确诊后0到3天内的死亡人数占比，从原本的46%降到41%，超过7天死亡的则是持续增加到33%，显示确诊后到死亡的天数有逐渐延长。这几天就是死亡数字都冲到200多，然后死亡率都冲过2%。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。对于有专家建议，应该要公布染疫死亡数中死者接种的疫苗组合等3点可控因素来改善死亡率。指挥官陈时中则表示，死者的疫苗组合意义没那么大。另外，针对急诊发现有高风险的年轻人，但不符合给抗病毒口服药的条件，则建议可以提到专家委员会讨论申请。就纽民视台报道。